简陋的册子，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海的丰富信息。这本薄薄的册子叫做《耕录簿》。衷心感谢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组委会对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纪录片《耕录簿》的关心与厚爱。得到这个奖，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感谢组委会，感谢苏主席，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海南，谢谢。